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咱们介绍的这一款是 CR2 的高压冲洗车，操作步骤如下。如果咱们用的时候啊，把钥匙打两道开关，一道两道，然后的话这个是咱的那个空档前进档，然后是倒档，打到倒档以后的话，显示屏的话会显示倒车画面，这是咱们的刹车油门，是咱们的前面的雨刷器，这个是咱们的那个远光灯和近光灯，还有左转向、右转向。这个口是咱们的刹车油，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按钮，这个是卷管器，是用来前后工作转换的。这个是左对冲的开关，右对冲的开关，前排冲的开关。这个是咱那个前排冲的升降开关，这个是咱那个前排冲的左右调节，这个是高压水泵的开关。这个是咱们那个警报灯的开关，这个是咱们的水泵的调节水量的大小，这个是咱那个水位报警器，车辆没水时啊，这个警报灯会响起，这是咱们的四闪警示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咱们的风扇开关。咱们这几个按钮以后的话，你打开这个四闪灯以后的话，后面会闪。然后的话，你打开这一个警灯以后的话，上方闪，还有后面咱们那个四角灯它也会闪。咱们在用的时候啊，把那个水泵调速开关调到最大以后的话，就可以用了。然后的话，卷管器关是前方前冲，卷管器开是后面喷枪使用。一般情况咱们用的时候啊，打开把水泵调节开到最大，打到关位置用前冲，然后的话打开水泵，打开这个卷管前排冲的开关，然后打开水泵。哎，这是前冲效果。工作完毕以后啊，把水泵高压水泵关闭。如用前方工作的时候啊，咱们可以用选择左对冲、右对冲、前排冲。咱们这个前排冲啊，可以升降任意调节，然后的话前排冲左右它也可以任意调节。我们测试的是前排冲的升降，然后我们按下前排冲的左右，可以左右调节。如果想用后方的话，咱们把卷管器打到开，然后关闭前排冲阀门，把那个左右前排冲必须都得关掉。关掉完以后的话，打开水泵开关，后方即可出水。如后方出完水以后的话，想用前方的话，把卷管器开关打到关位置，又转换成前方喷水，然后的话咱们可以左右前想用哪个就可以用哪，又可以用哪个，咱们打开一下左试一下。打开左以后的话，打开高压泵，咱们这个右排冲啊，可以通过这个快闸头拿着以后的话，可以打到这个插到这个上面，这是侧排冲啊，这是那路边石子，这个头可以打开，可以快拉头拿下来以后的话插到这个上面。咱们这个高压管是15米高压管，用的时候可以随意拉出，拉的时候听见响声的话可以卡住，自动卡住。如果想用回的时候，手轻轻往前拉，
咱们就随着他们自己的惯性就往里面送就可以了。咱们前方有一个翼尘，如果你想用的话，把搅拌器打到开状态，然后转换成后面以后的话，把这个管给它插上就可以了。这是快插头啊，想用的时候直接插上，用完以后的话，拔下来可以连接这个翼尘，可以连接高压水枪。这样的左侧打开这个板以后的话，里面是个充电机，咱们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把水啊还有什么东西给它糊住。这个东西时间长的话，你如果上面有脏东西啊，你可以清一下，最好是千万不要用水往上呲，因为这东西的话很容易连电。在咱们车的后面有一个过滤水杯，在这个位置，时间长以后的话，咱们需要卸下来以后清理一下，里面可能有脏东西啊，干嘛的，或者是冬天放水的时候，最好把这个也给它拿掉，一会儿给它放掉里面的水。这是过滤水质里面有脏东西用的。咱们这个地方是消防口，咱们可以通过消防栓、消防水带进行给它加水，拧开就可以加水，用完以后的话盖上拧紧就可以。咱们上方的话还有一个加水口，总共是两个加水口。在咱们侧方有一个，这个是充电口，打开以后的话充电，然后充电的时候啊，这个灯会闪烁。在咱们下部啊有一个排水阀门，咱们冬季的话如果里面它有水需要放干的话，咱们打开这个排水阀门。咱们这个地方有一个溢流管，加满水以后的话，这个多余的水会通过这个管往下流，